唉，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，也没有想通克莱他到底怎么了。不知道他现在心情。向着星辰与身。起精神来哟！听令。嘿，失礼了。嘿，嘿，哼，
起精神来哟。萌翻了，我会保护大家，一律奉行。雪纷飞，向着星辰，感谢你完成了。是你们啊，我正准备去找你们。咦，缇娜里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克莱他人呢？我过来看看克莱的情况，简单的说他病了。他病了？怎么会？等等，难道说是因为昨天我的错？不用担心，你这小家伙还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。克莱的病是救急，但实事求是地说，你们来后这几天，克莱的确有点兴奋过头，忽视了自己的身体状态。唉，不过这也没办法，毕竟他已经很久没见到朋友了。缇娜里，克莱他究竟……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，他刚吃了药睡下，这里需要安静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继续之前的话题吧。其实直到刚才克莱和我说起，我才意识到原来你就是那位蒙德的荣誉骑士。你在离月和道奇的其他一举我也有所耳闻，但我要声明一下，我把克莱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跟你们的身份和过往经历无关。
而只是基于一个理由，是柯莱拜托我这么做的。说实话，我个人并不建议柯莱把自己的过往经历也告诉你们，但柯莱却对我说，你们把他当作朋友，真诚地对待他，所以他也应该这样对待你们。缇娜里，柯莱他到底得了什么病？你刚刚说是旧疾，他难道已经病了很久了吗？对，其实柯莱从小就患有一种叫做魔灵病的疾病。魔灵病？这是一种须弥独有的病症，因为患者身上会出现灰黑色的鳞片状组织而得名。一开始，患者只是感觉皮肤发生变化的区域有些麻木，可随着病情发展，会出现力量减退，手指和脚趾偶尔丧失知觉的情况。最终，患者将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彻底失去行动能力。听起来有点可怕。等等，难道说之前柯莱有点毛手毛脚的感觉，其实都是因为……对，是魔灵病的影响，所以我让他尽量不要拿东西，避免伤到自己。如果治疗方法得当，患者的病情发展能够得到有效控制。遗憾的是，魔灵病至今尚无法治愈，但曾经却有人骗柯莱的母亲说，有根除魔灵病的办法，让他把女儿交给了一个叫做愚人众的组织。什么？愚人众？看来你们知道愚人众，这样正好，省去了解释的功夫。总之，把柯莱拜托给我照顾的人说，柯莱被送到了名为博士的执行官那里。我不知道博士是怎么做到的，他的魔灵病的确在那些年被完全遏制了，但在愚人众那里的日子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。虽说他很坚强，也一直努力表现得开朗，可直到现在，他偶尔还是会对他人的触碰感到畏惧。原来柯莱之前经历过这么多痛苦的事。对了，派蒙，柯莱让我告诉你，他很抱歉昨天吓到了你。此外，他还说，对不起，一开始对你们隐瞒了病情。这不是柯莱的错，他不需要道歉。嗯，这些话我希望下次你们见到他时，能够亲口告诉他。他曾经一度认为，自己没有获得友谊的资格。请你们不要让我的弟子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。缇娜里，你放心吧。还好，不算太严重。这次倒下主要是因为这两天体力有点透支，现在已经吃了药，再休息一下就能好转。不过，他刚到化成锅的时候，情况的确要比现在好不少。那是因为他对巡灵员的工作感兴趣，也很想学习知识，我就让他加入了我们。最近他的精力下降了不少，虽说应该保持适量的运动，但远途的巡逻已经不太适合他了。好了，柯莱的情况我已经都告诉你们了，现在我要去给他采些药回来，就不多闲聊了。对，缇娜里，我们也想为柯莱做点什么。也行，不过因为雨林里很危险，旅行者也正在恢复中，所以希望你们能在途中听从我的指示。我们明白了。走吧，我们要去采集的是一种叫做月莲的植物，它对魔灵病患者恢复精力很有帮助。缇娜里，我们要去哪里找这种植物呀？月莲在雨林分布很广，化成锅附近也是主要生长区。听起来好像应该到水里去找。对，月莲是水生草本植物，看起来就像是一朵浮在水面上的蓝色大花，还挺惹眼的。但其实它的花很小，周围那些像花瓣的东西是叶片和花萼。另外，很多须弥植物不能够只听名字来判断它们的种类。比方说杰波莲，就是一种藤本植物，须弥蔷薇其实也不是蔷薇。好吧，贸然和缇娜里讨论植物，是我见远了。明公槐，
会珍惜这一份幸运。这附近应该就有月莲生长，我们接下来就分头寻找吧。你们只要帮忙采集四颗就可以了，等采到足够的药材之后，我们就在这附近汇合吧。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，让我看看。嗯，品质都很好，你们选的不错。你们野外探索经验丰富，的确帮忙节省了不少时间。看来我们接下来还能再去储备点其他的药材。喂，提纳里先生，提纳里，那边有人在叫你，看服装似乎是巡林员。确实是熟人，是阿米尔他们，但他们不是才刚出发没多久吗？怎么这时候就回来了？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听那里先生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你了，我们正准备回化成国找你呢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刚刚发现死玉了。死玉？今天你们走的这条路线应该是一周前刚彻底清理过才对，竟然这么快就又出现了，具体位置在哪儿？就在前面的河谷深处，因为这次出现的地方几乎把河谷狭窄的区域都堵住了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回来找你了。半径呢？不好意思，之前看的不是太清楚。今天我们队里的人都没有神之眼，而且我们感觉他可能还在扩张期，所以没敢靠太近。嗯，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，我马上就去处理。啊，你们就先带他们两个一起回化成锅吧。等等呀，提纳里，为什么突然要让我们回去？哦，你们才刚来到须弥，还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。在须弥的雨林中，有些区域会出现一种独特的异变现象，那些地方叫做死域。死域不仅会使植物枯萎，也会夺走动物和人类的生命，如果没有神之眼的话，可绝对不能贸然靠近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之前告诉你们，雨林中存在十分危险的区域并不是危言耸听，只有拥有神之眼，也就是能驾驭元素力的人，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抵御死域的侵蚀。是啊，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巡林员来说，发现死域后会先记录下位置，然后交给提纳里先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处理。毕竟只有他们才能深入到死域内部，找到消除死域的办法。可你看起来好像并没有神之眼的样子。你们放心吧，他虽然没有神之眼，但却是使用元素力的老手了。哦，这么看来，关于你的那些传闻都是真的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好吧，那你们就跟我来吧。我们一般会在旅客离开化成锅时，再教给大家辨别死域的方法。不过今天，我可以带你们去实地考察一下。
停，不要再向前走了，仔细看远处。远处啊，那边看起来灰蒙蒙的，植物好像都枯萎了，空气里还有一些灰烬一样的东西，我感觉有点害怕。那就是死域。旅行者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死域的内部了，在那里能够找到死域的症结所在，只要消灭了他们，就可以拯救这片区域。谢谢，不过你之前没有处理过这些事，不要勉强。即使你有元素力，在里面也一定会感到非常不适，如果支撑不住就出来休息，毕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先去找那些维系死域的枝节。起精神来哟。雪森，好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听令。呀，失礼了。
出发了。讨风，收起来吧。怪，该行动了。所有的枝节都被清理掉了，接下来就能去处理死玉流了。我记仇，才我来保护大家。就是现在，把死玉流破坏掉。多亏你的帮助，才能这么快就让这里恢复正常。缇娜里，虽然你话是这么说，但总觉得你并不是很开心。有这么明显吗？哎，好吧，因为最近死玉出现的速度明显变快了很多。即使像我们刚才那样消除了一片死玉，很快又会有新的死玉产生。如果只是我的工作因此变多，倒也没什么。但是死玉的状况会对雨林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，就比方说，即使我们刚才让这片区域恢复了正常，其中的植物也无法全部重现生机。目前雨林里已经有多种植物的数量严重下降，而植物的数量变化也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动物。雨林的生态正变得岌岌可危。另外，自从死玉的情况开始变糟，克莱的魔灵病也变得严重起来了。这样，具体的原因还不清楚。不过前几天，我收到了一个教练院熟人的来信，他告诉我，的确有许多病人都有相似的状况。据我所知，没有。死玉已经在须弥存在了上千年了，而且它的诞生，来自这个世界更深层的地方。你听说过世界树吗？世界树就位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深处，虽然它并非生物学意义的树，但你可以大致把它看作一棵倒着生长的大树。你应该知道地脉吧，它们就像是世界树的根系，在地底纵横交错，从深邃的巨大空洞一直延伸至地面。地脉会不断吸收这个世界的记忆，世界树中也汇集了世间从古到今的全部情报与智慧。草神之所以也被称为智慧之神，正是因为他的意识连接着世界树。草神的力量其实也可以说是世界树力量的一种体现。死玉的出现其实是世界树的疾病。对，
很久以前，我的祖先从大慈树王的眷属那儿得知了这件事，但那些神秘的生灵也不知道要怎样治愈世界树。我们寻灵园恐怕还要长久地和死域战斗下去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吧。既然这里的事情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化成锅吧。听那里先生，你们回来了，辛苦了。你们之前发现的那片死域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放心吧。嗯，那个是……糟了，是海八象。啊，提那里，你怎么了？突然就跑了过来。这只鸣彩鸟是专门为海八象传递紧急消息的。你还记得海八象这个名字吗？就是你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学者。原来是他，他出什么事了吗？我看看信上写了什么。你的表情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古怪？让我也看看。上面好像只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。我来解释一下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天我们从海八象那儿带你们来化成锅后，他就重新开始了冥想。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应该就是刚才了。他已经将近三天没吃东西，但又忘了提前备好干粮，所以让我们赶快过去救他。什么？他竟然一直在那里坐了这么久？哎，不对，你是怎么从几条线里看出这么多内容的呀？当然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，上次他画了五条线。算了，我不太想回忆当时的情况了。海八象现在的情况应该还不至于太糟，但还是早点去看看他为好。我这里有些应急的食物，你们能帮我给他带过去吗？哎，我们吗？可是海八象那里有零分香，他会不会又出什么问题？现在你再来闻闻这个，感觉怎么样？已经不会再难受了吗？真的吗？提那里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已经痊愈了呀？在他帮忙清理死域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草元素的能力，当时就知道了。在我和你们说起世界树根系的时候，你当时是不是在想，那些东西听起来和你的幻觉很相似？对，那些并不是幻觉。不过我不打算对之前的谎言道歉，因为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对于须弥乃至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。我的祖先
曾受过大慈树王大人极大的恩惠，我们立誓与他一同守护这个国度，所以我有责任确认你是否值得须弥信任。但现在你已经用行动获得了我的尊敬，因此我认为不必再对你保守秘密。其实那时候你的意识连接上了世界树，看到的是世界树中的记忆，不过更详细的东西去问问海巴夏会更好，因为无论是冥想还是林芬香，都是为了让他能够与你做到同样的事。可是他真的会回答我们吗？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们说。那是因为他现在正处于特殊的修行状态，要尽量避免和他人交谈。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。拿着这些，这是给海巴夏的便当，应该能救个急。这里还有一些食材，你们也一并带去吧。这个信封里是我写给海巴夏的信，只要给他看了这个，他应该就会解答你们的所有疑问。不用，我才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天的帮助。海巴夏应该还在山洞里吧，我们快进去看看他的情况。海巴夏应该还在山洞里吧，我们快进去看看他的情况。怎么没人？难道他出去找东西吃了？我去附近找找。在这里啊，海巴夏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啊，好饿啊！水。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直接吃东西，我们先出去给他找点水来吧。等等，外面怎么突然起雾了？我们出去看看。我们想办法到那边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周围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？我会保护大家。呀，天真赤纵，雪，失礼了，阴吹雪。呀，哈，心累破土。雪纷飞，演唱开始。蔓延，
那个古怪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有点不安。起舞吧。蔓延。海巴虾，难道他出去找东西吃了？我去附近找找。你在这里啊，海巴啊，好饿。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，等等，外面怎么突然起雾了？山洞外怎么变成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的对。
像这样悠闲安稳的时光，如果再多一点就好了。啊，我真贪心呐。古怪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有点不安。Hey!
萌发吧。一声冰身，刀剑抱月，明宫怀宝。
刀剑抱砚，明宫怀宝。这就是旅行者平日里的生活吗？感觉又多了解了你一些。我会保护大家。